大家好，我是吴秋峰，我今天为大家带来亚特兰提斯留住最后一口气生存。那为什么？很多人跟我讲说，为什么你上一次呢，那挖了这么多红石，可是却带回来的时候却不把它弄成红石砖？因为我要一口气完成红石砖的成就啊，不想偷偷的来。所以就让我们一口气完成红石砖的成就吧。各位观众，我合成出了611个红石砖了。不是616个，616个红石砖任务达成。感动耶，红石砖任务达成了。努力了这么久终于达成了。那我看一下我铁锭有几个。铁锭全部都拿起来。我在那一次上一集呢，我在矿坑里走了很久，所以我也挖到了很多铁锭。我们有一个任务，好像叫做那个完成100个漏斗，对不对？其实100个漏斗这个任务非常邪恶啊！你看，你想想看，100个漏斗就要500个铁锭、500个铁锭欸，我现在觉得我是大富翁，有没有？你看我的铁锭有多少个？几组哦？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八组铁锭。那我做完那个成就，这八组不就消失了？瞬间从暴发户变成那个三级贫户啊，感觉好可怜哦。我的裤子也要爆掉了。来修一下裤裤好了，修一下我的小裤裤。我只有把我的小裤裤修好，你看，修鞋子要31级哦，想不到物理投射防御这么高级啊！修不起啊，抱歉啊，修不起。还有基因组就在这边下蛋，把你放好啊，修不起，不好意思啊，等我有等级的时候，我再慢慢的修。那刚刚我已经拿出了这么多组的那个我要到底要干什么啊？一时想不透哦，我要把它放回去。我刚刚已经拿出了这么多组的铁锭，可是我发现我一个木材都没有。即便铁锭这样应该够了吧？铁锭够了啊，也没有铁锭，把剩下刚刚还在烧的铁锭也通通拿出来好了。咻咻咻，应该是够了，应该有500个，这样子应该有500个啊，我懒得算了。然后嘞，这样应该有500个。然后我一点木材都没有，又要去外面挖哦。不要啊，我今天来顺便完成那个什么农场的成就，农场成就，种树成就，顺便拿个骨粉。我们来种树了，我们要完成种树成就，分解我的骨粉，分解，不是这样分解，分解哦，这样好多骨粉，啊，我们来种树了。噔噔噔，种树我来喽！之前这个房间一直空荡荡啊，都没有人使用。那我现在就来使用你啊，种树、撒骨粉，长大，快长大，快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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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长大吗？为什么？它只会发亮，不会长大。这是什么情况？你很爽快的在那边发亮，浪费我的骨粉。这里够大吧？这里啊。赶快长大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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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长长长长长啊！抱歉啊，它长不大了，它只会爽爽的发亮，不会长大。好可怜哦，这是什么世界啊？再撒一次啊！不撒了啦，只会发亮的东西。那我们那就算完成种植树林的成就了。为了让它长树木，我还不如直接去外面挖树比较快。不过在此之前呢，我发现我上一次回来，我深刻的体悟到，我这个家好像被山包围住了，有没有？你看这里都是高山，不容易从外面看到我的家，所以我应该要做一些防护措施，就是在那一片高山上啊，那一片高山上面，然后那里很高，有没有？在那个高山上面建一座灯塔，然后我回来的时候，在远方就可以看到我的灯塔，怎么样？这个 idea 不错吧？我也觉得不错。好了，那我等一下先去找预定地。树长出来了，
树长得好高哦，直冲天际。你是因为吃了太多骨粉，所以长这么高了吗？先我打一下树了。想不到树长得这么高，出乎我的意料之外。因为我刚刚在酿造药水，我本来想说，趁出门之前，酿造一下药水，那酿造夜市药水，那样在外面作业大家才看得见。想不到，就有一个直冲天际的树长出来了。你长得真的是超大的。一棵超大的树就在我眼前诞生了。好啦，那我现在也不用徒手打木材了，还沦落到徒手打木材这种窘境啊，真是可怜。那药水你酿造好了没有？还没有，再等你一个。各位观众，我已经找到我家灯塔的预定地了，预定地就在这里啊，我现在站在这里。虽然那里有一个更高的山，可是离我家太远了。那我就在这边，然后把这里规划成一个那个瞭望台，不是，应该叫做灯塔啊、为了照明作用的灯塔。那我们就开始作业吧。首先先把这边太高的地方先挖掉一点。这里就是我家灯塔的第一层地基，已经完成了啊。那现在我就要往上开始铺出我的灯塔，灯塔雏形来了，耶，铺铺铺。哦，要日落了，哦，这个景色真美。好啦，喝下去。灯灯，没有这么美了，没关系，这样才看得清楚。然后我已经盖出一个小灯塔的雏形。那灯塔这上面呢，要做什么我也不知道，反正上面就有一个平台。之后呢，会在这边盖一个灯塔。好像没有很高。我顾着讲解啊，都要溺死了。好，就是这就是我小灯塔的雏形了，完成了。我已经把这个瞭望台灯塔盖好了。哎呦，每次都上演这般惊险景象。然后这是里面的空间，然后我们可以爬到最上面，爬，利用爬的，爬到最上面。啊，少做一个楼梯，所以要跳上来的。然后，从这里就可以直接看到我们的哇，小屋全貌，哇、感觉非常的爽快。然后我们回到家里啊，从家里看过来看是什么景色啊？这是从小屋看过去的景色。对不起，它太渺小了，只看得到这么一点点而已。这就从小屋看过去，小屋看过去的景色。大家有看到什么吗？好啦，没有啦哈。我为什么要花一个这么多时间盖一个灯塔？为了指引我回家的方向啊。那今天盖完灯塔了，那我就再盖一个啊，把鸡收起来好了。每一次一回来就捡到鸡蛋，对不对，美女啊？我今天呢就盖一个，可以那个鸡小屋啊，鸡小屋，还有蛮多的，蛮多石英和蛮多玻璃的。不愧我挖了这么久啊，真是的。点灯啊，点灯完成哦，鸡小屋完成了。鸡小屋，石头地板啊，得鸡睡太好，是不是？不要铺草地地板啊，反正鸡又不吃草，鸡吃种子啊，鸡不吃草，所以我应该要去拿一下种子来诱骗那些小鸡回来。小鸡啊，你可以出来了，不要一直躲在里面了啊，出来，给我出来，走哦，啊，兴奋就走啊，走啊，走啊，你们走啊，跟我走。鸡来了，鸡来了，鸡来了，鸡终于来了，跟着我的鸡好可爱哦。走走走走走，我们走啊，小鸡来，我们一起走，走走走走走，我们小手拉小手，走，走过头了，走走走走走，一同去郊游，耶，鸡，你们回来了，把门关上。鸡，这就是你们的新窝了。鸡窝哦，等你吃种子，等你吃种子啊，小鸡哦，亲亲哦，小鸡亲亲，好可爱哟、哦，生出小小鸡了，你们
这么会生小小鸡啊、我就多丢一点，多丢一点让你们作伴啊。上次有16个，生太多，你们太会生了，我已经集到16个了。那我就通通丢，哦，两只，哦，三只啊，丢出三只了。你们好好在里面生活吧，鸡窝了，我现在有鸡窝了，鸡窝。我发现，不是我发现，每一次要去那个。我刚刚盖好的灯塔，每一次要去灯塔，我刚刚在盖的时候，来回在家里走了好几次，发现每一次要去灯塔都很久很远，有没有那里的灯塔？所以我打算在这边，在这边开一扇门，直达灯塔的道路，哦，从这里到灯塔，希望不会是一条崎岖难行的道路，希望不会。我已经盖出一个雏形了，有路了，走吧，噔，没路了，抱歉。我也很想继续盖下去啊，可是没有玻璃了，我已经没有玻璃了，怎么会这样？没有玻璃了，气死人了，气死人了啦，气死人啦，猪猪，气死人了，猪猪，转挂正面，猪猪气死人了啦！没有掉金币哦。啊，气人气人啊！猪男气人啊，没玻璃了啦！而且我也没煤炭了，连煤炭也没有了，也没有办法烧玻璃了。怎么会这样嘞？既然这样的话，我去看一下那个烟怪小屋，烟怪小屋。这里大门怎么敞开着？好危险哦！怎么会大门敞开？那个厨男美女嘞？确认一下你们在不在家里？美女哦，都在哦，厨男美女都在啊！大门敞开，我出去工作的时候忘记关门了，还好你们都还在家里啊！厨男美女，不要怕，看一下里面有没有怪。没有，那我现在要做什么？我没有玻璃了，我什么都玩不下去了。那，我带着我的铁剑，带着我的铁剑去斩杀乌贼好了，把那个斩杀50个乌贼的任务完成啊！乌贼，你在哪里？有看到乌贼吗？大家有看到乌贼吗？我没看到乌贼啊，乌贼。乌贼你在哪里？乌贼你在哪里？你在哪里？乌贼你在哪里？哎呦，那里好奇怪哦，那里有一根莫名的东西。乌贼有看到乌贼吗？大家有看到吗？那个是乌贼吗？等一下，看不清楚。荷叶是药水，我好像看到乌贼了。咕咕咕！等等，那是什么？那个不明的东西是什么？即便不是乌贼，我也很好奇。是再看一下四周有没有乌贼。这里很好，都没有啊，乌贼都没有。乌贼，你跑去哪里了？都没有，都没看到哎。好神奇哦！不过我还是对那里很好奇。那里有一个凸出来的东西，不知道什么，走去看看。是飘在空中的泥土。我竟然被飘在空中的泥土骗来了，就是一块飘在空中的泥土，我被骗来了，我被骗了，气人啊，怎么会这样嘞？我竟然被这个飘在空中的泥土骗过来了，好啦，我再往这边走一下啦，说不定能看到其他东西，不然我也没办法了，都出来了，我要找乌贼出来哦。出来哦！竟然被这个空中的泥土骗！我看到乌贼了！乌贼，我看到你了！乌贼，我来砍杀你了！砍杀你！死掉了！里面有什么？里面是水！苦力怕离开我！有点小恐怖！这个僵尸穿好多！你怎么穿那么多？脱下来，不准你穿那么多。嘿，
我一哦，离开黎明而龙，又爆炸了啦！把这里，我有什么镐吗？只有钻石镐，我只带钻石镐出门哦，这么奢侈哦！丝绸之处的钻石镐，挖这个铁矿，有点小奢侈。好了，挖一下，哎呦，等一下，那个乌贼自己死掉了。自己死掉就不算我击杀的，有点可惜耶。水淹进来了，我不应该挖这一格的。我好不容易有氧气可以用，可以呼吸，不应该乱挖的。奇怪嘞，这里为什么会有空气嘞？到底要通到哪里去？这里就没空气，下面就有。好神奇的地方哦，好神奇的地方，真的超神奇的。未知的领域啊！这里不行！这里有窟窿这里有，这是窟窿吗？这是窟窿吗？窟窿在淹着，窟窿在护射，好刺激哦！他们在水里面，这么刺激哦！打你！射到我了！他们在水中，水中的弓箭。淹死吧，窟窿！又被射到了，死掉了。他们到底在干什么？我很好奇还没死吗？这里到底有没有空气啊？他们为什么可以在这边射来射去？有一只蜘蛛。溺死蜘蛛有没有成就？溺死一只蜘蛛有没有成就？有种就过来啊！有种就过来啊！我把门打掉，让你过来。把门打掉啊！想不到把门打掉都这么难。等一下，先搞清楚，溺死他到底有没有成就？不知道有没有。总之他死掉了，他溺死掉了，蜘蛛溺死掉了，太有趣了。这个不像是自然的景物这两个不自然。这两块不太自然啊，不管你自不自然，我要先去砍乌贼啊！乌贼，我又来砍你了。砍杀50个乌贼，成就完成。50个乌贼啊，成就完成了。然后夜市药水也喝完了，这里超暗的，该回家了，不要在外面逗留了。深夜不野游，走吧。夜幕低垂时啊，只有我的家才会发射出这种诱人的光芒啊，太棒了！我回到家了，盖灯塔真的没有错。你看，看不到家了，可是还看得到灯塔太棒了指引我回家的道路，这样就对了。我回到家喽砍杀乌贼耗损我诸多体力啊。好啦，那今天的实况差不多就到这边结束了。那谢谢大家的收看，我们下集再会，拜拜。